者詹香娜台北报道，陈怡蓉昨宣布怀孕五个月好消息，金牌以孕妈咪身份出席台湾保养品牌发表会，看不出孕肚，她笑喊怀孕至今只胖了近两公斤，身材没太多改变，倒是上围激增，从 B 罩杯一口气升到 B 罩杯，连经纪人也认证。她笑喊 B 一辈子了，今天服装师有夸赞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我跟老公都有这种感觉。他表示当初他一连四天试了四支不同品牌的验孕棒才确定自己怀孕，过几天他睡前给老公薛博元报告喜讯时还是不敢置信，并问老公，你是医生，有遇过验四支结果没怀孕的状况吗？讲到一半还睡住，被问到老公反应如何，他笑回，就跟市面上爸爸差不多，他没有哭，我都没哭了。至于宝宝性别，他笑喊目前还不知道， baby 都加很紧，不过老公希望是女孩。他是在拍摄双城故事七天怀孕，直到了杀青时才跟剧组坦白，他表示怀孕期间最忙拍戏，宝宝相当乖巧，他几乎没孕吐症状，他也会不断安抚宝宝，笑喊我跟宝宝说，等杀青就给他如梦似幻的生活，每天狂睡，倒是妇产科医生相当担心，直接开安胎药给他，知道他杀青回来，医生才说出恭喜，他怀孕保密到家。圈内有人仅有何润东、杨锦花知情，她表示老公不小心跟何润东说溜嘴，她与何润东都是同年完成结婚人生大事，被问到觉得何润东跟老婆 PEGGY 何时会怀孕，她笑回她老婆身体看来很强壮，可以的了。陈怡蓉代言保养品牌发表会，记者陈毅全摄，陈怡蓉代言保养品牌发表会，记者陈毅全摄，陈怡蓉代言保养品牌发表会，记者陈毅全摄。